现在有没有什么全部人都在等某一个游戏这样子？《炉石战记二》，我看你是没被打过。我没有仅十六，我没能力仅十六啊！未来的比赛就交给你们这些年轻人了。为什么不选新音呢？因为我想选一些轻松的角色去挂机。然后那边就算是真的比赛，我也会选这只或金刚吧，应该不会选那新英雄。因为开了野猪、机械、龙类，所以我选这只。对啊，你们应该赶快拼一拼传奇去打一打吧。难不成你们真的要等到这游戏完全没人玩才拼吗？现在炉石都已经不算是热门的游戏，已经算是小众游戏了。现在大众游戏可能是《斗阵特工二》。没有，没接到工商。我只知道，我今天只是在看巴哈的时候看到《斗争特工二》要出了，还是什么东西？哦，现在大众游戏 Apex。哦，三件套拿到，三件套拿完了，接下来干嘛？哇操嘞！老天鹅啊，这样发、啊，狗烂，没啥好说，狗烂。长这样子可以聊聊天了吧？日射火焰。喷射火焰，光雅叔，光雅，这里中午都可以吧？还早，还早，还没到那个时候。大挂机鬼神，哎，场上没一个弱者，说的对，大家都是强者。这个七七一定要跟他合起，那要滚谁啊？等下滚这只啊！如果真的进了更想要的话，都拿来打工，不要舍不得。合起来也是，这个也只是为了到时候用那个433的猪吃给前面的圣盾才先养的，这真的是打工仔啊！打工了，兄弟们，打工打工，做好自己的工作，不要急。今天要打的比较稳健一点，所以今天要多来聊聊天。现在有没有什么作品是干会吸到全部人的眼球的、啊？全部人都在等某一个游戏这样子，是不是已经没有了？斗阵特工啊、哦，没有，没接工伤，没接工伤。好，我这强度他妈的摆两回合他也追不上。一四还早啦，一四一定还早。一四至少快也要明年年末了吧？炉石战记二，我看你是没被打过。我最近已经无聊到去那个 YT 搜寻。四月新的游戏作品，然后再查五月新的游戏作品，就看一下人家一些发的新的这些东西。怎么阿光怎么已经被打死了？阿巴唧唧，去试试看吗？偷他，他有很多我想要的，我好像没位置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一定得合起来才能偷，没办法了，那下一回再偷了。先留电好不好？让去找鱼，帅！我去哪里找？来，给你看一下。我是体质怪物。啊、你说找鸡鸡鱼是不是？鸡鸡鱼感觉，哇操嘞，一组的哎，我们是不是得抓二六啊？因为我们光牙猪抓不太动，我们先同序碰起来嘛，然后聚合体嘛，光牙也要滚，光牙先滚，七八也可以滚。我只是在想说这边是不是要拿二六大过于那个大过于三六？轰啊！砰！哎呦，别这么激动嘛。你这样子怎么搞？啊，你把他的宝石给吸了，好吧，你行吧，代表你贪吃。嗯，我也不行，肚子这么饿哦。卡雷换恶魔，应该不会吧？你怎么有风怒啊哥？你怎么有风怒啊哥？哦，我的这个，哦，这只也太能打了吧，太强了！砰！聚合体
就驾喽，去合体。什么东西又起来了？来，第二回合。有，让我看看。不要。没啦。怎么办？我的对手剩下那个大猪人，看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哦，太鬼啦，兄弟，太秀啦，还是没死。看等下走谁啊？走我？怎么样？我可以走。他体质应该45、51，钱不够。等一下。哇，大哥你是真的很大呀。哎呦，样子不好说哦。样子你不一定会赢哦。你在干嘛？请问一下。样子你不一定杀得了我哟。不要去撞那一只好不好？我们打右边的嘛。不会这家。我是碰金铜须，他是碰金猪猪。看来金猪猪大过于金铜须。聚合体再多碰一只也不一定会赢的。他是那个鸡鸡鱼左右互搏的。九九，我突然看到你又讲话了。所以你化妆去见一大堆女生是心里是什么样的想法？没有公审啊，了解一下。不是我们不是在一个网络上的交谈吗？你知道心事最适合就是跟网络上的人说，我这辈子可能都遇不到你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像比如说我心里有压力，我干你啊，这个老鼠干嘛这么鬼啊？一开始他妈大猫猫，你在网络上最适合跟人家讲心事的。你有心事跟朋友说，朋友有可能会出卖你啊。你跟网络上不知道是谁说，他又不认识你，他听完以后你就当没事了嘛，不是吗？对啊，秘密就是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讲，更何况我们这聊的还不是秘密，只是聊聊你心里的想法而已。我想听听看你们女生化妆去跟女生见面是不想输吗？看什么每一家都这么鬼啊，妈的。每一家都是初级战神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问你一些，其实它也不是问题的问题。自己想要让自己好看一点，那你如果这样子去上课，如果要化妆的话，大概是要一天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吗？豆豆不化妆了吗？不爱化妆，我也不知道他以前怎么样，很费工化一个多小时。我知道，我能理解啊。毕竟我以前也交过一个女朋友，很喜欢在脸上作画。7点出门，6点半开始画，9点到。唉，老毕卡锁了。就是他们要贴那个、贴那个眼睛上面那个东西，然后那个什么贴了会失败那个，那种画很久，通常画完跟整形没两样。可是那就是魔术师哦。你们女生就是喜欢在我们面前变魔术。我在想，女生是不是都会想要去整形啊？因为我记得豆豆也一直问我说，他可以不去整形是吗？他想要变得更漂亮什么之类的，奇怪，原貌不好吗？他说他想要整什么？他说要整什么地方？我也不太记得了。哦，他好像想要什么让那个嘴巴变得更什么丰唇哦？丰唇算整形吗？其实我不太知道，应该是拿那个针戳你的嘴唇，然后让你的嘴唇肿起来那种。听说台湾80%女生都微整过，当然不可能啦、整形很贵、如果整形只要那个什么像科学面一样的价钱，应该都有整过。可是我记得整形还是有点蛮贵的。哦，动牙齿就算微整了，那我也有整形呢。因为我之前后面那个拔牙、拔智齿什么的干嘛的。哇，那那个最没用的。矫正跟整形有什么区别啊？我也有矫正牙齿啊，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也有矫正牙齿，要不然他说我如果不矫正牙齿的话，到时候那个牙齿就全部都会掉光了。我就矫正牙齿啊，剪头发算整形吗？但我刮胡刀也算整形呢，刮胡子也整形。哦，有添加物才叫整形，有添加物才算整形。怎样算添加？就是这里面装东西嘛。怎么办？没有阿鬼，没有阿鬼，我们就吃好一点，好吧？
一七吃起来不错吧？打钢钉算整形吗？在讨论什么了？可是现在很多男生应该也会考虑整形的吧？现阶段年轻人让自己变更好看吗？因为明星主要我觉得明星吧，明星都在整，然后就会变成很多明星。你去追那些偶像，你也希望可以变这样。